魔法衣裳是台湾第一家无钢圈内衣与凉感内衣的网络店家哦，款式多样，价格又很亲民，品质肯定，在网络内衣是 CP 值超级高的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Nicole， 好久不见啦！我这一次要分享的是在网络内衣的店家魔法衣裳，我在这边买了三件无钢圈内衣，我想要在这边分享给大家，顺便想问问看大家，你们怎么样挑选无钢圈内衣的呢？那因为我自己是生完小孩之后，我都是一直穿无钢圈内衣，我很喜欢它那种没有束缚的感觉，而且很轻松自在，又很舒适透气。但其实无钢圈内衣穿久了就已经完全回不去了，所以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穿无钢圈的内衣。那这一次呢，那就让我来带大家去看看我在魔法衣裳买的哪三件无钢圈内衣，推荐给你们大家。这一款蕾丝内衣共有四种颜色：黑色、粉色、灰色、酒红色，没有特别分尺寸，因为弹性非常好哦。卖场里面都有标示适合的罩杯，外层性感透气的蕾丝，内层亲肤舒适，后饰排三扣的设计，肩带可以自由调整哦。透气蕾丝摸起来很舒服柔软，酒红色很美又性感，肌肤也会特别显白，包覆性也很不错，重点夏天穿也很透气哦。这件真的让我看到觉得是我最爱的款式，后三排双扣，肩带可调，风格发式简约，深 V 却能集中暴乳，颜色款式都非常百搭，共有五色可以选择，黑、白、蓝、灰、咖啡。还有很特别的是胸垫可以做选择哦，有按摩防滑颗粒魔法胸垫，或者按摩防滑颗粒三角薄垫。这一件内衣我只能说超性感超暴乳，穿起来舒适度100分哦，而且又是最基本款，非常推荐给各位可以抢先入手基本款哦。穿搭完全无设限，深 V 上衣更适合哦。这款背心不需要特别穿内衣哦，在家穿也 OK， 直接套上就可以出门咯。颜色共有四款，黑色、白色、绿色、奶茶色，超弹力的款式，32/70A 到36/80C 的罩杯都可以穿哦，不需要特别穿内衣，一件套上就可以出门，非常方便。多款颜色可以选择，是非常百搭的款式哦。这一款算是加长版的小可爱，腹部加强收紧，小鹿肚脐增添小性感哦。魔法衣裳呢，它里面有很多各式各样不同款式的无钢圈内衣，可以满足大众所有人的需求哦。不管是舒适贴身的，还是说居家睡眠的，还有运动健身啊、路跑啊，还有有氧瑜伽类的，也有专为怀孕的妈咪所设计的无钢圈内衣哦，让所有的妈咪还有所有女性朋友们可以穿着无钢圈内衣，非常舒适，没有束缚。重点除了舒服以外，也要透气、干爽、舒适哦。还有要跟你们大家讲哦，你们首次下载魔法衣裳的 APP， 它就会送你100块的折价券哦。如果你是首次下载登录，他输入你的个人资料，你就可以获得100元的折扣抵用券哦。赶快立马下载魔法衣裳的 APP 吧，我会把 QR code 放在下面给你们，大家赶快记得去扫描进去，赶快加入会员，赶快去逛逛。